马浩轩过来，你也过来。李浩玉，你也过来，你也过来。是我的，他恰恰把上升日记，他总是，他不让他上去，他来比马娇娇吧是要挑，他就不挑，他怎么叫马娇娇吧？我会问的。自己拿着。就只是你。说了一个要打我，先不要吵哈。是，就是你先打我，我在黑板台子上拉画，黑板上。浩宇，过来。马浩轩，老师说你第几次了？你还记得昨天老师跟你说过什么话吗？屁股打人，不伤到其他小朋友。你不要先说话，老师在问马浩轩，没有在问你的时候，你不要说话。我想问这张张的他不让我玩。他不让你玩是吗？是他还先别插嘴。他还说我是行贼要打我。要打你啊？他答应他打了没有？打。要打是吧？要打你是吧？但是有没有打？打了，好，你说，是他先打你还是你先打他的？我先打他，他然后打。好，你先打他的是不是？那是谁的错？对。然后男生有几个特别特别出挑的，问题可能最大的是马浩轩。那马浩轩的问题，可能我觉得可能还是真的是来自于他的家庭。小孩生下来是啊。特别的调皮，从他那个生下来，一直到一岁零七个月左右，请了六个保姆。现在就是一个家庭啊，六个大人啊，基本都是比较宠小孩的。我要是管教这个小孩，或者说我要揍他，马上就会有一个大人来管我。